走，下班了。耶，今天那么早就下班了？走嘛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真跟半夜的，走哪里去嘛？还去个地方？回去睡瞌睡了。妈妈叫你走就赶快的走嘛，啰嗦得很。走嘛走嘛，看你带我哪去。今天那么早就关门了，才七点钟哦。没关系，走。来哟。今天洗脸啊，洗头啊。来嘛。那边来，叔叔。啊？在那边来。你再过来。卖叔叔的。晚上带你来享受哈。听没听到我们临时人的土话？听没听到？嗯。他不是临时人呐。烂子吧叉的，怕啥子吧怕？啥的人？铜匠。啊？铜匠还有点远离了哈。我洗那个好多钱？99。哇，那么贵。那个是抖音上。那个啥子那个？热喷呐。还有那个打开的毛孔，就是他喷的那个。要先打开毛孔才能把你。啊、明天得脱皮哟、哦。不得。脱皮要我找你们啊！脱皮了，你都不水嘛？不水。小李，他那里现在有时间的啊？没有。哎，还有五分钟。我很担心你爸爸等会儿都睡着了。做那个要连续敷3天面膜，把你老婆的面膜拿来敷。敷面？嗯。胖哥今天第一次在美容院来洗脸，那、你第一次听说敷面膜吗？那脸，每个星期都去洗一道，我觉得真的，还不是买2斤排骨吃的，好高的，我洗脸都是拿毛巾那个搓两下就行。你看你爹，看你来洗个脸，几个人陪你一路。还有两个没来，好幸福。还有两个没来，还有两个没来呀、啊，应该带下回带到一路来。嗯。嗯，左右护法还不够，还有那个。嗯，我感觉他的手都比我脸嫩，比我脸大。是的。胖哥第一次是来美容院洗脸，你看把他。真的，我感觉他们手都要比我脸嫩。所以说你要经常来洗，可以刮了，可以刮了呀！把他吓到了，你感觉是不是感觉像是案板上的夫人，人宰割了哈？这个叫清，应该叫清理，不叫刮。你说刮，听到心里面都发毛。我反正我从来不关注，跟你说，我反正发出去就搞笑了。不是你也可以来吃一下，还行哦。然后试嘛，要是不试试的话，你刮起来有点痛啊。痛吗？怎么呀？他那个是那个都没感觉。我感觉是在给你清理狗架。真的有脏东西吗？那肯定是有脏东西了。那你一天没洗脸，肯定多少都有点脏。那你经常接触那些，哎。哪怕不是别个，不是想来保养，是来感觉你那个手的很光滑细腻。你经常来保养，到你的脸一样很细腻。真的？嗯。你是不是把皮给我刮脱了哟？你说起，你硬是刮起你不痛啊？刮脱了。不是要轻轻刮吗？你都刮出来了。不是那个坑坑。那个脏东西，跟你去弄出来了呗。脏东西刮完了，是个坑坑，那个坑坑也那个填不起来。它个人自动都收缩嘛，那毛孔呀。收缩毛孔的嘛。收缩毛孔那都是那个。你看，你长了老嘴疮，你偷吃了什么？我刚才都说的嘛。偷吃了，好吃的。没给你吃是不是？我们店头呢？都有强迫症，都喜欢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。哎，我发觉做那行的人应该都有强迫症，你是专门刮别个脸刮得很爽那种啊，是的。
要是刮别个脸刮得不爽，你肯定做两天你都不想做了。他都是觉得刮得很爽。他是感觉到。哎，只要有个人进来，我今天就刮一脸，不要给你刮干净。他肯定在想。他没那种手艺人，他做起他不感觉尊巴就很心血。哎。你爸爸，做了那个过后，得得变漂亮。越变越帅嘛。我们两个都在那行，等到你爸爸变帅了哈。你有没有自信？有。别个那个师傅也没自信，他没自信，啷个都不得行。听没听到？刮甩一个人，小 case。说那些话，心里还是有点那个，摸耳猪油。今晚上让你好生享受哈。你俩觉得轻松还是享受？对，刚才给胖哥点儿气氛色，把他激得请教官。不过师傅说他那张脸还有得救，把他高兴得。肯定有救嘛，他脸有没大问题。我脸摸起来是有感觉哈，肉嘟嘟的哈。那个人脸皮真的是厚。睡得腰酸背痛。朋友们，看看我们胖哥现在那个样子。白没白嘛？啊，有没有好点嘛？那不眼袋给我洗掉了嘛，不安逸。你想得美。感觉还摸了几百。啊、今天花99块钱带胖哥去体验了哈那个洗脸哈，你看把他高兴得。其实作为女人和男人同样需要保养，希望经过那次体验，让胖哥能够多多关心哈自己，不要整天都为我们那个家庭着想。在这里也希望女同胞们能够多多关爱自己老公，让他们也能体会到我们深深的爱意。祝大家家庭和睦，笑口常开。